会同意你找个比你年龄小的男朋友啊。再说了，比你年龄小的有几个靠谱的？你找谁啊？您是叔叔吧？我是陆景，不知道您今天来，正好我带了点东西。您是在做饭吧？把东西放下，可以走了。啊！这是开半天门，谁呀？这谁呀？这……哎呀，这是陆景，这是我爸妈。阿姨叔叔好，我是陆景。哎呀，你好你好，做饭去。啊？做饭去啊？哦，这些菜都是买给我们的。啊，对，叔叔，给我吧。那个，用我帮你吗，叔叔？不用。好，不用不用。啊？干嘛？你干嘛？哦，对对对，那个刘。陆景，哦，那个陆景，请进，请进。这就是你登热搜的男朋友啊？长得可挺帅，太小了，太小了。阿姨，要不我去厨房看看？哦，不用不用，不用。刚才没吓着你吧？其实你叔叔就是这样，平常看不顺眼的什么事情，就喜欢咔嚓，很利落的解决。没事，阿姨，我一定争取不让叔叔咔嚓给我就地解决了。哎，好好好，小小小。小陆，你在哪儿读书啊？哦，我在南大读电竞。南大？对，您叫我小景就行了。你俩是校友啊？哦，哎，那个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妈，你调查户口呢？你这孩子怎么还不让人问问呢？你多大了？阿姨，我今年22，已经过了法定的结婚年纪。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爱情